是讲哦，遮少年啊，就卡袂着咧用暴力个，啊，遮乡亲啊，知影是要安怎？我对伊冤到三工，遮尔侪年啊，慢慢去拄着即个代志。阮祖囝咧讲啊，啥物人来欺负我，就亲像咧欺负伊冤共款啦。就算讲是恁查某囝嘛袂当例外啊，放假嘛是你咧做主个，对无？这你收到，我叫文芳啊，甲你好啊，或者是你，咱吃些时间做伙吃吃饭。囡仔吼，唔得代志啊，有较冲动，你莫即管。没啦。爸，啊，我回信嘞会使啊，啊，不过伊还先甲我回信嘞。伊讲酒店来接我，伊虽看到伊就甲伊骂甲伊咧，佮大细声起脚动手，讲阮死济呢，伊骂甲遮尼歹听。欸，我哪有讲唔对啦？委员，啊，文杰才多过身尔呢，文龙可是我看大汉的，我当然会烦恼往家抓尿事啊，这足正常的啊。看人讲，咱嘛是兄弟啊一场嘛吼，你讲对无？对无？免定咧假好心啦，讲拢讲兄弟死拢死家己。文龙，今麦咧选举，啊以大局为重，回实的，你着回一下实的是安怎？你安尼是要选啊，无要选？